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大杰，今天我又带着我的小双生来水一个视频了，起步就被他优美的步伐给撞了上来，一看他就是故意的嘛。还好我带着一个狮子起步 WCW 直接开个 ECU 冲出来了，这个方法虽然说不是很快，但是容错率非常高呀，只要咱们能够冲出来氮气补一补就好了。随心他掉下去了，这怕不是猴锅转世哦，这也能从下面蹦上来，这是一个新的技巧吗？啊，回头我得问一下啊，看他是怎么个回事。这里往左边走，腾空起来直接开氮气，哎，把他挤过去就完事了。接下来我们这里进行贴弯内道超车，要是他拿第二名，那他素材就有了呀，所以我们让他一下下拿个第一先，让他先跑一回。这个你怎么解释呢？直接闪到我前面来了。哇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闪闪怪，那又如何？既然你没有开雷诺，我整你的办法可是有很多种的。你看这波弹射撞墙还行，那我这边直接卡内道，他肯定要超过来了，我再卡内道，不给你留任何的机会，再来一波弹射延续氮气，来呀，撞我呀，用一个 WCW。你速度应该可以跟上我吧，哎，只要弯道卡得够死，那么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最后我还要当流氓车来开你，拿下第一。你看随心终点前还在那里一闪一闪的，好了，现在你素材也有了，我也有了，双赢好吧。